各位，我哋有一个市民，香港政府要俾最高嘅荣誉奖章俾佢。嗰、那个市民就系今日喺马鞍山嗰度俾暴徒纵火烧嗰个市民。佢呢个系一个值得鼓励、值得奖励嘅良好市民。喺佢被火烧之前嘅影像，而家已经传咗出嚟。咁喺呢度咧，喺港人港地嗰度咧，就有个视频。我唔打算将呢个视频接喺我后面度，我希望大家去睇一睇呢个市民喺佢发现啲暴徒喺港铁入面破坏港铁嗰时，佢曾经尝试追捕呢啲暴徒，亦都可能因为咁，所以怀疑系俾啲暴徒报复。一个咁嘅良好市民，香港人，请你哋帮帮佢，请你哋帮帮佢，佢。俗语讲得好，好多时仗义就是屠狗辈。我不相信这位朋友会是一个很高等学识的人，但是他的仗义比很多读了书的人好得多。他明白到破坏香港是破坏着每一个香港人的家，他能够仗义出来追捕的暴徒，这些勇气可嘉，好值得我哋敬佩。我对呢个人非常之敬佩。我想大家睇睇佢之前嘅影像。多谢香港有啲咁好嘅市民，香港有救嘅。